今天要走了，今天去县城买点菜啥的，放家里。哎，这边还有豌豆苗了吗？这边还有这豌豆苗了吗？豌豆苗。嗯。这不是苗呀。这是啥？我也不会吃。罗须菜。嗯。拿两把吧。啊。下面这菜不是你们吃的吗？不一样。小只要好吃就行了。妈妈不吃多的呀。妈妈不是喜欢吃芒果吗？给拿点放家里。拿点芒果吧。啊。好吃吗？啊，那。有点是辣的是吗？啊。老娘成功。买点豆花泡馍给孩子敬他。拿袋装锅去方便煮，直接拿桶装的回去。哦，行，这个就和泡面一泡就可以吃了。拿几个？六个啊！啊，起条。啊，现在去树房子那边，人家说刷灯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嗯，行。今天他们也过来收这个厨房的柜子了。那就往那个再加一个，那啥，射灯，然后这边加两个纸灯，然后这边三盒，这边一个盒。哦，那行。外面的没装好，后边那个螺丝一挤就成了，松了。照啥就是为不工人家是照一螺丝，照一螺丝五个圆的开，他自己跑吃的去。效果还可以。可以，挺好看的。这面剁一片子，需不需要？它是一块为整。哎，不能一块一整，那先肯定不是整。这个有点圆的。这个一腻。你昨天即使交对啊，即使给是对方的说开灯账号。哦。把我这数支持在哪里？门时间长，不用说。然后。嘟嘟。要看爷爷。哎呦，想爷爷了。哦。你和妈妈去看着方便箱，我去买快递呢。嗯，好。关键也告诉我，我好好把酒今年的。
嘟，已经打开了吗？能拿动不？能啊。你换小水了吗？洋洋，这都看到爸爸了吗？洋洋，这么多。那边热。热。嗯。这个必须拿，这个是我最好看的衣服了。妈妈不用爷爷爸爸。哦。爷爷爷爷奶奶爷爷爸爸。还有谁？那你看来看去就是没有妈妈哦。妈妈呢？哦，妈妈这个、哦。前天除了我把箱子都拿，到了我去了，没有箱子了，买了一个。没有，非常好，不好，再拿。吃肚子吗？还有两个密码。你干啥？还在里面睡觉了吧？不过出来，妈要装衣服了。哎呀，不真乖哦。嗯，好、哦，嗯，直接放这吧。箱子这么大，不用叠了，直接放里面就行了。那衣服也不好看了呀。要叠了，你这里面也就摇铃了。没有。没用。那个是我穿的，嘟嘟。他还给你剪得很好呢。爸爸的。爸爸的。你会不会叠？你去哪？拿谁衣服？嘟嘟衣服。好了。那个本汤没有啥，好几条。买这个箱子是不是买大了？这是带的东西小，那边你买吃的放了吗？给韩子清买的吃的。放的。啊。没事，吃的衣服又不放一起了，那个都有味道。有一些。那个衣服不够。买了辣条，明天下班上吃。嗯。这个放在里面。你要过红带喽？我哎，莫把棍带好呢，咱那木老的把棍老大啊。我妈还说这个玉米已经熟差不多了，要我们生吃了再走，害怕我们出卖瓜回来之后，这个玉米老了。哇，这个好大。嘟嘟，啥时候跑出来玩水了啊？